大家好，我还行。好，嘿，大家好，我陈浩。今天这一部影片，我们带来是《爱吹士》的一个实战解说。那《爱吹士》，我们简单来回忆一下，我们回顾一下时间倒流一下它的被动啊，生命值低于80%啊，受到伤害会得到一个500的护盾啊，那持续4秒钟。那个你如果呢技能或是普攻命中到对方英雄，可以减少3秒钟的冷却啊。那如果是打在小怪或是野怪身上的话呢，这个冷却效果减半。那么前面呢，这边对线的是龙马先点一技能哦，一技能是宠啥怀的呢？这个圆旋剑好不好？它可以呢提升艾翠丝的一个攻速，那从20%到40%，40%是什么东西？40%啦。那如果命中到这个单位英雄的话，就可以提升再额外5%，持续3秒钟。那这边来到2等，哦，这龙马很聪明哎，我直接就把我换掉半血了。那再来呢，他的二技能呢是他一个位移技能瞬杀剑哦，朝向指定方向冲锋啊，那造成的这个伤害还可以有 50% 的减速，持续 1.5 秒，那并且呢可以降低对方物防 30% 哦，所以比方说他到后期的时候啊，这个切坦能力也是相当足够，而且这个降低目标物防呢是对全体都有效哦，不是只有单体而已，对，他是直接降低他物防，可以持续4秒钟。那普攻呢命中到了这个英雄呢，可以减少二技能1秒的冷却时间。那如果你一次命中到很多个英雄啊，是没有办法叠加的。那再来呢，他的这个大招啊，2秒内啊可以呢免疫所有伤害。那在蓄力 1.5 秒的时候呢，直接啊丢出一个致命伤。那如果呢你的血量百分比啊比他还要高的话会造成晕眩，那如果没有的话，比他还要低的话呢，会造成一个 16% 遗损生命的真实伤害，算是相当凶猛。这边直接被击杀，狙狙思密达。那这边的话呢，我们赶快的不知道中路这里把兵线给洗掉。那看到龙马在下路，我的责任就结束了。我们先赶快回到下路吧。所以经过这样的解释，可以发现艾翠丝是一个很需要一个这一个。攻速的人，我觉得他躲在草丛，果然是躲在草丛。但我大招不怕，哦，不怕，完了完了，这边必须丢出大招。这边一个漂亮的晕眩，哦，赶快加一个闪现拉掉。那艾翠丝是需要攻速的角色，所以奥义部分我选择在觉醒精灵龙爪前期就有26%的攻速啊，可以快速的降低自己的这个冷却。那其实艾翠丝的这个造型呢，我也是觉得相当的古锥啊，算是不错啦。然后他的护盾特效啊什么都还不错，我们中路罗好凶啊，哇哇凶到我都卡墙在那里哦，卡在那边你知道吗，眼花缭乱目瞪口呆啊，看到那个罗这样秀。那我们这边不知道龙马的位置啊，我觉得龙马怪怪坏坏不知道在哪里哦。那但上路呢率先拆掉那一座防御塔，我觉得龙马应该躲在草里哦，他刚吃掉古龙了，我刚看到古龙不见。那你看这边直接粘上来，粘着他就是一阵乱打哦，这边稍微的烧一下。那我们带的装备呢，第一件火甲，因为我们就是一直跟着对手在那边周旋嘛，疯狂的猫他，哦，黏他。那这边靠甲虫过来，直接二技能过来戳爆，但大招缴了起来之后，我只能拉掉，哦，先打一个晕眩，再拉掉。那之后呢，带出魔防血增加韧性，中路感觉要打起来，不过我先拉掉，趁着对方的龙马，哦，龙马好像快往下靠，我赶快先把这波兵线洗掉之后，我就可以去支援了。那魔方先满完之后，我们带出全能武器啊，你可以带冰跑了，但全能武器呢有加攻速啊，吸血，而且伤害也不错。毕竟我们是走线，不是走辅助，走辅助当然推荐带冰跑。那再来带出个德鲁伊战甲哦，让自己有一点续航力、回血的能力，因为我们有护盾嘛，有护盾的能力。那再来就是需要一点回血能力。这个龙马连续缴了2次位移技能，我在这里看到对中路的罗并没有靠过来，所以可以先帮他去断个兵线，那先断掉兵线之后，我们就有多余的时间去支援了。那支援可以要往哪边支援？其实你也只能往上路支援了，往中路支援。那这边对方龙马呢血量不多，所以我就先硬试，先打塔，等一下吧。我们的打野你自己想办法去死吧。好，我这边收掉这个防御塔之后，看到我们的佩纳靠过来，马上过来大招搅起来 ，bang 激烈，哇，居然是被佩纳收头啊！这佩纳还拿了一个红 buff。那这一波对方想打是想打来哦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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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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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，我看我们罗来罗秀秀大神，
我这边赶快最后一丝护盾，我要走啦，但还是被对方罗给收掉了。但我们罗一来就把对方收得干净，也是蛮屌的、啊。那这边看到他们在捉弄龙马，我马上靠过来想说，哎、欸，不行，我要个助攻，结果来不及了，龙马先被他们收掉。佩纳这时候交起大招，我看到对方的罗直接过来收掉对方的罗，对方的鱼人血量非常残，但这时候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推塔，所以我就选择来到这个下路把兵线整理上去。那对方两只出现在中路，比方说下塔现在是毫无人防守啊，没有人可以守住这个下塔、啊，所以我就再靠过来想说把下塔给推掉，但这时候他们队友又不见了，不知道谁会来守，但是赶快吧，先不管了，先推掉这个防御塔再说呗。那我出完了这个德鲁伊之后，就会带出冬日战斧，因为毕竟我们打的就是一个普攻嘛，那所以带冬日战斧非常适合粘人，直接粘好粘满，再带一个狂暴手套护盾叠起来，还要再叠。这边中路靠队友打起来，我这边这个龙马往后跑了，我们先来保护一下罗，但罗来不及嗝屁啊，这边二技能直接撞过来，大招搅起来之后 ，bang 姐两个斩杀。好，收掉，要漂亮的交了一个闪现，离开了命案现场。啊，这边完全不着任何蛛丝马迹，哦，赶快就逃走，直接逃离啊，你知道吗？太恐怖了。好，那这个上路这边呢，我们先把兵线给带进去。你可以看到中路队友啊，这个非常非常的凶猛，直接推到了对方高地塔。那我们来跟这个小鸟鸟喝个下午茶。那对方罗呢是给勇一点颜色瞧瞧，所以勇就直接嗝屁了。他看到了五颜六色，最后就变成人生黑白，直接嗝屁掰补。还好这个佩纳奶妈过来奶一下，我想奶好奶满，我血量赶快拉起来。那我这边就不回家了，哦，就偷吃一下队友的补包。那我们下一步呢要怎么做？那么下一步啊，其实我们这个艾翠丝的进攻方式啊，你可以抓后排或者在前面挡伤害，看到对手包了过来，但我们的林地在比较遥远的地方，而且勇还没复活，这边如果再强也滑不起来。我说真的。啊、哦！我说真的，真尬啊！完了，真的完全没办法。对方是五只啊！哦，我过去帮忙也没办法、啊，不是说放生啊，哦，是真的没办法，好不好？怎么打？疯了是？失心疯啊！以为真的可以打、啊，对方五只都杀过来了。好，那这边可以看到对方在上路蠢蠢欲动，想要打魔龙的坏坏的主意。这边看到对方的甲虫。哎，我们的林地已经15等了，我直接跟上去，他去弄那个甲虫啊，找到甲虫，完了，本来想帮他看视野，但是没关系，这个人头我来收，漂亮，拿了一个双 buff。那对方的鱼人跟这个龙马也靠过来，这个鸟鸟被他拿走，提莫就有点不爽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在这里等，哦，等一下看一下，对方刚开始躲在那个草丛里。这时候看到龙马居然在中路现身啊，我真的吓了一大跳，都很失色，赶快跟出来。这个谁？这个勇缴了个闪现，我也太浪费了吧！我操！好，这边直接大招缴起来，差不多这个位置，一个闪现 ，bang 到了对方的这个，他是谁？罗尔啊！好，这个刚那个勇太兴奋了，直接兴奋的跑过来，就缴了一个闪现，我操！好，那下路这边赶快把兵线给推进去。那这边勇，哦，勇又嗝屁了，哇！哇，这个罗说一直都是我在包人，好，你很伟大，包大人哦，包大人，他都在包人，很棒，很伟大。这边赶快的吃掉这个蓝 buff。好，那吃掉之后呢？哎，看到甲龙在上路，看样子他不想要蓝 buff。那我下一件装要出冬日战斧，我现在想要说尾随一下下路的兵线，想把塔推上去，但生命魔龙直接被吃掉啊！哇，被我们的人吃掉。那这时候呢，凯撒就不保了。凯撒可能会面临一个极大的危险，下路古王聚集了三只哦，那我就在下路这里先把古龙吃掉，顺便看守一下凯撒，看有没有人要对他非礼。那看到甲虫的位置，哎，对方真的蛮多人都往凯撒这边靠过来了，是不是在吃凯撒？你是不是在吃凯撒？你是不是想吃凯撒？果然在吃啊，血量剩一半了、啊，兄弟，快过来接手吧。那这边我有罗在里面滑了起来，我们稍微拉开一点位置，给他一点空间啊。那这凯撒呢？又恢复血量了，干脆索性不吃，直接粘上来。二剑粘到这，哦，鱼人开大，哦哟，很凶。看到甲虫在左侧，这时候呢，对方甲虫嗝屁，我马上再粘上来，一剑直接搭配队友收掉。赫然发现我们这边原来是一个双射手的一个策略啊，我现在才发现。而我们林地非常漂亮的给对方三连杀，很致命啊，这样非常关键、非常致命的一击。
那这边中路兵线进去了，我连凯撒都不用，基本上对手呢是很难守得住啊。这边上路兵线我们再带一下，还差一座塔，再把这座塔给拆掉。可是中路的时候他们那边居然守住，也是让我蛮讶异的。对，这么两个，一个鱼人，一个这个罗，居然守住了中路这条线。好，没关系，这是上路阵，我们再来赶紧加工哦。罗天堂审判搅了起来，我这边看到有没有？有没有人可以打？哦，这罗很凶呢，完全不怕死。兵线进去，看到一个勇，好，看到甲虫约跑了。哦，这边龙马杀出来，我一直在这里迂回，终于有一个修探的机会，闪现过来，请问一下人去哪了？这个闪现居然完全没有起到作用啊，完全就是为了丢闪现而丢闪现。哦，这罗蛮屌的，哦，这罗闪避技能的时机 timing 抓得非常不错。好的，那今天这部影片就到此结束。如果喜欢影片，可以订阅一下 YouTube 频道，可以到 Facebook 按赞 ，Instagram 帮我追踪一下。那么就下部影片再见面喽 ，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